院长夫人林淑芬、教育处副处长李代华与校长们也粉墨登场与学生共舞，县长杨秋兴更出其不意地被邀上台插花，跟着音乐舞动，即兴逗趣的演出让现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，久久不能间断，连主办单位及布里斯本市长都起立鼓掌，这一刻令人动容，也让参访团感受到无比的光荣与骄傲。高兴也非常的光荣，因为我们可以代表高雄县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，把台湾的文化宣扬出去。身为这样的一份子，我觉得非常的荣誉。我觉得非常的荣耀。跟校长、跟学生一起来，我觉得很多人很感动了。这个国际艺术跟他们在地的文化的交流，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棒。让台湾的艺术文化可以在这个这么一个国际城市场所。让外国人士可以了解台湾的文化，那同时借由庆祝这个佛诞节，也把这个佛教的这个佛陀的思想慈悲为怀思想也推介给国外，我想这个非常有意义。今天其实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台湾有很优质的传统的艺术文化。我想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感动，也就是说借着佛陀的圣诞，让全世界各国民族文化共襄盛举，来呈现佛陀的这一份包容心，那这个也是我们澳洲多元种族融合最大的特色。那么尤其这一次县长带领这么的一个艺术团体来，更丰富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内容。尤其刚才西方人好多人都很赞叹，尤其他们都第一次看到，所以这个活动呢，因为有县长的这一团表演团来，更增色了很多。我今天感到非常骄傲，这个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团队哦，让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，这个让我觉得心里这个感到无限的荣幸，这个能参加这个盛会哦，这个在这里这个表示对他们的敬意。